第十二课推腕中起状的练习。那么这些指法现在新的名字叫做滑音啊，滑音。那么这种演奏的演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，运动的方向有三种，一个是响右推，这叫推；一种是向左边拉出去弯，还有一种往里压。在压的时候呢，大部分是响位，因为响与响之间距离比较大。压的时候呢，就是说，也可以压到个一个大塞度啊，小塞度是没问题的啊，小塞度是吧？那么压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个名字叫重起，重起就是压啊，重起就是压。那么这三种这个推腕重起的演奏的指法呢，它是属于啊，它的速度快慢不一样的。不要因为这个一拉就放了，一推就放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有快有慢啊，现在很多人啊都是先放掉了，这不对的啊。因为这种指法呢，这个指法是尤其是文曲里边用的很多啊，描写悲苦的效果，就是下半音。下半音的时候要强调那个下半音的音量大一点是吧，那么效果会更好一些，表示着心里很啊哀怨了啊，痛苦啊，这个效果就出来了。那么这是一个啊，那么还有叫推腹，推高拉的音高，推到哆，最尾到哆拉叫推腹。还有崴腹拉腹就是啊，这叫推腹。还有中起腹，就是这音，就这个拉的音高升高以后，这肺腹的原来这音高啊，这叫推腹、崴腹、中起腹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还有虚发音跟实发音。什么叫虚发音呢？比如说这个右手弹的拉高这个音啊，右手弹的叫实发音，假设不弹的话，这是虚发音；升高那个音不弹的叫虚发音，这是虚发音啊。这叫虚发音啊，这升高那个音要弹的叫实发音，不弹的就是虚发音。还有那个简记的方法，简单的记法，我们一般谱子里边那记谱的时候不一定记得很详细。比如说一个哆，哆的那个右边有个箭头符号，那么就是这上文音。这什么叫上文音呢？右手细弹，左手和拉或者推，这叫上文音啊，简单。假如说这个箭头符号印的左边啊，印的左边的是下半音。什么叫下半音呢？是左手吸啊吸推或者啊吸拉了啊吸完了都可以啊。比如说吸拉好，哎，那么这叫下半音。还有一种就是箭头往下的，一直往下冲到这个音的，这叫同弯音。什么叫同弯音呢？就是两个手指同时碰弦，推拉都可以，这个声音效果啊比较激动啊啊，这叫同弯音。这同弯音呢，这个符号原来是没有，这个名称也没有的，因为我们在演奏当中呢感觉到音响效果完全不一样，上万音下万音
跟童文英的印象效果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呢我用了童文英这个名字啊。还有一个壮，壮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中级，是往里压，压着时候呢右手不弹的，就是虚发音，中级的虚发音，撞一下，撞两下啊，叫双撞啊，一撞啊，叫撞。那么这一条练习呢很短，可是这些指法呢都包括进去了啊，都包括进去了。那个下面呢听一下这一条练习的演奏。拆字调练习，拆字调呢是公车部的名称，就等于度等于西，度等于西。那么四调空弦的那个音呢，其实比首调长鸣的时候，其实比那个拉瑞米了，是拉咪，拉咪的了，是吧？是这么个变了。我们用首调的话，用古丁，我们都是度等于西来唱的，是吧？那么这条练习呢，主手呢是用了常规的按法，啊，常规的按法。什么叫常规按法呢？就是说，我们看啊，食指，我们用食指按哪个响位或者品位，啊，这样来算的啊。所以说食指呢，响位的时候按第三响，这个度。响位是这样按的，那么第一把位呢是这么的，食指大部分都是按那个第一平，咪啊，画到这个地方啊。第三把位呢，大部分是都是食指按第六平。有的时候呢也按第四平，啊，这么按也有的。那么第三把位呢是指按第九平了，啊，这么按的，这叫常规的按法。那个当然我们有的曲调里边需要用变通按法，那是另外一码事。我们初步呢还是练常规的按法。下面呢，听一下这次练习的演奏。